小的沉重。把剧场黑衣人的幕后工作过程搬上舞台，用音乐剧的形式诉说小人物的心情，这是字典创作工坊的作品《幕后传奇苦鲁人生》。不愧是每一个苦鲁，他永远都想当苦鲁。那他们一定有更大的梦想，可能想当演员，想当导演，想当设计。那当你存着这个梦想，但你在做苦鲁，看着场上那些人在发挥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有心里有很多过程。灯光全难华丽，歌声响彻。反转了舞台的角度，让观众看到剧场幕后人员的工作，用荒谬喜剧的手法，在歌舞笑声间传递出成就一出作品需要很多人一起共同的努力。永远在台上那些光鲜亮丽的人，他们背后一定有一群幕后英雄。那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也是，不管再怎么样光鲜亮丽的人，一定有人是为他们牺牲的。那我们永远不要去忘记，不要忘了他们，他们很重要。换景的时候去自己分配一下，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 Q。 所以你真的看得懂了？舞台组Crew，请听我 Q。从Crew的心情出发，在执行的过程中，他们常常会卡在导演、演员，甚至跟设计老师之间而左右为难。其实我觉得苦鲁真的是，我只能说他是默默牺牲的英雄。然后他们需要做很多很多的指令，他们必须要不断执行，而且他们还要很聪明，然后去完成每一个不一定很清楚的指令。导演说，剧场如战场，许多突发的事件都要靠幕后的苦鲁去排解。他们希望让观众了解剧场工作的酸甜苦辣，而剧场人看了也能够有所共鸣，会心一笑。其实在做苦鲁的时候，就是觉得导演他们都很烦，然后觉得设计很讨厌，然后舞监很凶这样。但是我这次做完的时候，我就想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未来我希望我可以记住跟我合作过苦鲁的名字。就算只是身为一个小小的苦鲁，可是每当大幕升起，灯光洒下来的时候，就觉得很值得了。好了。